你们两个今天是谁要表白？我要跟我姐的室友表白。什么情况？挖墙脚挖我这边来了？长得又好看，又是小富婆，不是能改善咱们的基因吗？那倒是，但是我帮你行，你得早就准备好了。想要吗？拿来吧那你可得答应我啊。抱我身上，抱我身上这个。也行，好办事。那我现在就约糖出来。完了，我感觉糖糖真完了，羊入虎口。你是不是我姐啊？是亲姐吗？这是。哎，好像是那边那个女生啊。Hello，你是叫糖糖吗？啊，是啊。你是不是在这边等那个席子剩的？对啊，我们约好了一起吃大餐。是这样，我们是一个有奖挑战，如果你们都来参加的话，大餐我给你包了，好不好？真的假的？当然是真的了。你们不会是骗人的吧？不会，我们相机都录着呢。你和你姐室友是怎么熟起来的？我经常去找她玩，然后还给她们做饭，这一来二去的，不得迷上我吗？太自恋了。你长好可爱呀，谈过几个男朋友？谈过三个，不对，应该是两个。不是，你怎么又变了？那你有送过她什么礼物吗？生日的时候给她送了个萝卜丁的口红。我生日怎么不送我呢？你不是啥都不缺吗？那你喜欢什么样男生啊？喜欢白敬亭那样的，长得个子又高，然后又帅，而且还会做饭。哎，姐姐，我平时都是怎么保养的？就我每天都吃那个小鲜炖鲜炖燕窝呀。不要小瞧了食补养生，它真的会潜移默化的改善你的身体。这么厉害，女人过了25岁呀，就要注意了。哎，我今天刚好带了一碗，准备当下午茶吃，你可以试一试。哇，谢谢。哇，好浓稠啊。微微甜，很 Q 弹。对啊，他们家原料啊都是精选的马来印尼溯源燕窝，很纯正，没有添加任何添加剂，保质期只有15天，而且下单先炖，每周都可以冷鲜配送呢。那很方便啊，最近我老熬夜，也可以囤一点了。是啊，他来了，好好表现啊。等一下，我闺蜜怎么也在呢？哎呀，没事的。来了来了，我是绝对不会承认我喜欢你了。3/10/3他都爱你，快乐又单纯。什么情况啊？小惊喜，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你们俩咋离我这么远？你俩待着吧，我走了啊。你去哪儿啊？我就在旁边站着当电灯泡。你们两个认识有多久啊？我们认识有一年吧，一年多。343天。哦，记这么清楚的吗？那你们做过最亲密的事是什么？应该是跨年那天，然后我们很晚了，打不到车，所以就开了一间房，然后一起住了一晚。哇，不对啊，你不是跟我说你回家了吗？我那不是怕你误会吗？所以就没跟你说。哇，哎，这样啊？那我有点好奇啊，孤男寡女在同一个房间会发生什么？没有没有，标间一人一张床呢。咦，你信吗？不信，我不信，疯狂狡辩。没有，信我一次。那男生，我问你啊，如果糖糖和你姐同时掉进水里了，你救谁？我救你，这不送命题吗？我劝你好好说，救谁救谁？我不会游泳。那我们可以一起报一个游泳班啊，这样我们可以一起救他。可以，好主意。不是，男生你笑这么开心，该不会想看糖糖穿比基尼吧？这已经有画面了，不敢想象。那咱们接下来就要玩一个小游戏了啊，公主抱对视10秒钟。哇，抱得动吧？不行，我太重了。没事儿，你轻得很。那男生你准备好就开始吧。那你手放在后面，使劲使劲，别掉下来了。哇塞，怎么还不开始数呀？9。你重不重？你重。糖糖，你脸都红了耶。那你手放在后面，使劲使劲，别掉下来了。哇塞，怎么还不开始数呀？9。你重不重？不重。7。糖糖，你脸都红了耶。糖糖，我得长得帅吗？2/1，好，结束。
刚刚玩游戏的时候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我该减肥了，好像他手都有点抖。你觉得今天表白能成功吗？70%吧，我老婆本能陪进去了，我姐肯定要帮我。老师告诉你吧，就我们其实是一个恋爱节目。恋爱节目？对。你们不是说就是请吃大餐什么的一个猜想活动吗？感觉我又被坑了。如果你们在一起了，最想和他做一件什么事情？我最想他搬出来和我一块住，这样就没我姐那个电灯泡了。哦，这样啊。那男生还有话想和女生说哈，现在可以说了。就我有点紧张。别怂呀，加油。其实我每次去我姐家不是找我姐，是想和你多接触接触。因为我喜欢你，你愿意做我女朋友吗？啊，我不知道。哎，那这样啊，你们两个先转身背对背，来，转身喽。如果觉得可以和对方谈个恋爱的话呢，就在我数完3、2、1之后转身。糖糖，我弟虽然长得一般，但人还是很靠谱的啊，你好好考虑一下。3、2、1，哇！哇！哇！苏子珊，你还愣着干嘛呢呀？抱他呀！抱一下，抱一下！哇！哇！哇！其实，跨年夜那晚，我趁你睡着的时候偷偷亲你一下。真的吗？嗯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一直在等你啊，表白这种事情当然要男生主动了。我哟，那以后都我来主动。啊！哇！